Hello， 大家欢迎，那我们进圈一下吧。忍者必须死了。那今天是我们礼拜五的时候了。每个礼拜五的话，基本上我们的这个家族都会打到我们这个 LB195等的角色。那上一次的话，基本上我们打到的是我们就是那个谁啊？是我们的就是那个邪影哦。那非常非常非常恐怖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这个礼拜9月10号的时候是打到我们这个赤金红龙 LB195等的哦。赤金红龙，我们来看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我刚刚没有按准备，我要被骂了，白痴。来来来，我发现啊，那我今天去看了一下我们的群组啊，瑞爷今天请假，哎呦，瑞爷今天没来到，哭哭，我们剩下八分钟，看一下究竟能不能打出好成绩，好不好？刚刚把我们卡片全部都带上去了，希望是可以，加油！195等之后我还没看过，好不好？那每天的宝箱都拿的还蛮不错的啦，但是那个开宝箱真的是一个运气的东西哦，没有那么简单啦。来来来。赤金红龙，赤金红龙，看一下哦。赤金红龙的话，我记得会有那个大岩爆，对不对？大岩爆就 combo 来了。我记得他这个会跟他原本的就是那个弹道是不太一样的哦。这个好像是还 OK 的。哎，大家就全开技能，技能全开，没有错哦。双层的，双层的。之前我们的那个活动都是打这种的啦，就是比较大只的，对不对？这边应该 OK。然后我们死掉的话，我们就替身卷走。好，没事没事，大招先留着给那个零哦。大家的招式我先放一下补血，哇，死掉了。我刚刚开的技能马上死掉，但没关系。大招来了，普利索索给，我要过来亲我，我害怕。空挡队，哦哟，空挡队这种是大只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样最好了，因为他的那个零的大招啊，就最适合打龙系角色。哎呦，好险有这个雷盾哦！队友技能放了即死，我们放一下阴照盾，阴照盾，哦，大岩爆，这个应该还行。哇，大家狂开技能啊！我们上一次基本上只有打到195，因为遇到邪影，但是这一次感觉好像有机会把它打掉哦。现在还有差不多六分钟，各位，哎呀，阴照盾，哦，开到那个了，开到我的苦无了，哇，好恐怖，好紧张，应该把那个留着的，嘿，好，这个有攻防护罩，没问题，刷装备苦无。他还放忍者哎，太夸张了吧！好，这个是什么？我记得我们这一次组合好像还没有死很多次，所以应该还可以再就是跳出去再来一次。啊！白痴！我没有跳起来，完蛋了！但没有关系。这一次感觉有机会哦，因为我们还有五分钟啊，还有五分钟，还有五分钟，没事没事，大家加油！木牌，难道是戴木牌先生吗？看来是 OK 的哦，这次刷的还蛮快的，会不会其实可以打到就是下一个？下一次的话可能就是200等的，是不是？感觉有点有可能是哦。好险我的家族好 carry 87品，你在攻什么东西？什么87品？我觉得这边还不错，好不好？还不错。哎，大家都刷死哎，好强啊！啊，我怎么那么逊？但我这次伤害应该也打得不错的，好不好？也打得不错。看看队友，哦，看看，对对对，去看一下队友在干嘛。还不知道这195等里面的那个后面后续的大招是什么哎，忘记了，应该是那个吧，大火球之类的。前往观战，哇，龙对龙哎！一进来就看到超帅画面，龙对龙，哦，他好像就是这样子而已。这个195等的这赤金红龙，就是跟一般我们打就是 SS 的那个红龙是差不多。哇、哦，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这个一直在爆哎、欸，那个刚刚那个火焰是狂丢狂丢猛丢，哦呦，你看这个狂喷，妖修，满满的火焰，帅到一个爆炸，请他吃蛋糕，慕白。快，邪盟白虎！这个火焰真的是很多，哇，大的那个雪糕没有打到，可以剩下一条了，哇，最后一秒死掉可以，但我觉得他应该是故意的，
但应该比较快出去。所以啊，可以可以，我们还有机会。看一下下一只是什么？击破击破，下一只，你看我们这边有三个这个宝箱了，200等邪影，好，果然就是你了，快快快快快，加入大家的房间，快快快，菲尼克斯你在哪里？菲尼克斯，有有有，进去进去进去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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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群体兵精，好，直接上去，准备，快快快，200等邪影，大家还没看过对不对？来，让大家看一下。200点什么？200等邪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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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有一个是武器伤害减少35%，武器技能冷却时间延长15%，忍术伤害提升10%。OK，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每隔60秒向全体忍者释放一个陷阱。Oh my god！ 来来来来来来，200等的邪影啊，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怕怕。我怕怕，我们上次是遇到195等的，就还蛮恐怖的哦。200等，看一下有没有在哪里遇过。你看，整个场景都不一样了。这就是200等的邪影，我的天，来了妖修。这是忍村吧，对不对？这是忍村。哦哟，哎，200等他会先丢这个哎，然后再出来砍你哎，不讲武德呢。然后他变。他变成散射的，是不是？大哥，你等会好不好？你等会，你别急，你别急，让我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，比如说放个大之类的，好不好？你先让我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。你有点恐怖，你怪怪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已经见识到你的剑术了，不用再见识一次了。妖修，他怎么一直没有？大招累积的能量好少哦，没有累积那么快哎，看没办法那个了。他刚刚是不是有封住我们大招来着？他不是说武器冷却伤害什么比较怎样吗？哎呦，白痴，我没有开到苦。哎呦，你看这个，他这完全不一样，他这个阶段就直接刷刷刷嘞。妖兽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冰晶，群体军兵。哇，这么快就。双人俩攻模式哎！哇哇哇哇！等一下，我这个大招要先保护一下。妖修，这个如果我没有这个风，我就死定了。你等会，你怪怪的！哇！哇！大家的大招都留在这个时候了，快，我们有机会打爆他！完了！啊！快吃我的大樱花，拜托！悠悠他回去吃了。哎呦！不要闹啊，死神！白痴哦，死神！哇，我没有用到双层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一半血。是不是要到了？是不是时间要到了？哟，不要啊！我还是被砍死了。然后时间应该是到了。哦，难得，再看一下。肖战，你们加油！还有一半血，我觉得一半血应该是没有办法了。哇，一半血没有办法了。死神在搞啊！应该来不及了。哦，哇！他居然用营销哎！哇哦！然后听到熟悉的咕咕声吗？呜！没了，时间到了。哎，但是这200等的邪影真的还蛮帅的，没有看过200等邪影哦，对不对？这个好像打深渊的时候才比较容易看到，因为后面那些什么玄掌令那些的话，好像都还没有见识到这样子哦。碎，好吧，还行。这一次的话是这三个，其实我们每一次都有打到，就是那个深渊黑金箱啦。对，每次都有深渊黑金箱，但是都还没有试过那个龙骨宝箱。龙骨宝箱感觉有点太麻烦了，太扯了。我们目前来说，家族的人员的话，应该也还算蛮多的啦。不过就是因为有像哲平这种在混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也没有办法。像哲平这种在混的，可是我至少好不好，还是有打到64名啊，还行，好不好？就是身为我们这个
吉祥物，好不好？该有的这个工作 ，OK 吧？哦 ，OK。然后我们自己家族的话，现在大概是66个人啦，好不好？66个人在打，92个人，然后66个人，其他都下线了这样子。这些偷懒的小坏蛋啊、你看这个偷懒的小坏蛋，六个小时前，30年老瑞爷。居然给我请假，我都不知道。好了，我们今晚就先玩到这边啊！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200等的这个协议？你们觉得很帅气，都可以在下面跟这边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是徐片，再见喽，大家拜拜啦！